哎呀，你咋那么了？我肚子疼。肚子疼？哦。那我先给你把碗买来。哎呀！你这个平时有什么症状？胸腹胀，肚子疼。小腹胀，肚子疼。你这个倾向于阑尾炎啊？阑尾炎？你以前疼没疼过？以前也疼，但是吧，放个屁它就好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没这招儿，哪么还疼？这招是真没屁可放了。真没屁可放了。我问一下哈。啊。你平时闻到刺激性的气味，肚子有没有反应？刺激性的气味，哎呀，还真有。闻到那种气味之后，首先，肚子会隐隐作痛，然后小腹吧就跟那个蒸馒头似的，汁儿就胀起来了。哦，你明儿确诊了，就是阑尾炎。就是阑尾炎是吧？嗯。哦，找到病根了。那赶紧给我治治吧，我躺老长时间了，难受啊。你想要筷子还是麦子？肯定筷子。哦，按这个麦子的话就是吃药摇着，筷子呢就是打个筋。打筋？那打筋？那打筋？打筋筷。你明儿我给你打个筋啊。啊好。你这是不是支气管不好啊？哦，对对对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其实说实话，我也是个大夫。啊，你也是啊？哦，我这是因为疼的实在是厉害。今天呢，我有休班，那没办法，我才来医院的。要不我也不用来。啊。要不你这样吧。你先给我打筋，一会儿我给你开支气管，我看这个厉害。行行行。这么大的筋管，不要害怕，24毫升，立马见效。行行，你轻点啊，我怕疼。行行行，我开始了啊。好好好。啊哈！好好好。哎呀，好了没有啊？不好意思啊。扎穿位子了啊！那咋么弄啊？我这大姐，哎呦我的妈！你看着点啊！这下好了吧？扎稳了。什么？你能不能行啊你？你能不能一次性扎好啊？那我这扎紧吗？你看好这个位置。好，行好。看好这个位置，深呼吸。慢慢来。开始了。这边扎好了。扎好了。嗯。行。筋痛啊！哎呀，掉里头了！快拔出来了！我给你拔出来了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不那么烫了，也不那么胀了，是吧？我是立马见效。哎呀，真管用，舒服。哎，来，我给你看看支气管。哦，行啊，哎，你起来。支气管帮我包着干什么？这叫特殊疗法。张飞，来，这叫哪点？哎呀，你这个很严重了。那么个严重法？你的支气管现在发炎，然后伤性
上行到你这个器官，这种器官到你这个勺子，你的鼻头提起来已经开始慢慢的溃烂了。如果说再晚点的话，你发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这怎么办啊？必须立马动手术割着枪。割枪啊？你是不是会很疼啊？那么你是医生，你也知道动手术它难免会疼的。因这一会儿就过去了。医生，我知道你为什么帮着我了。你是不是害怕我动手太疼了？这个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吧，我害怕一疼你能提我哪个位置就不好了。由此可见，你这个医生很专业。你在哪个医院上班？医院倒是谈不上，我吧就是一个兽医，专门给女儿做看病的。给他们看病的时候，都得帮着他，这人。也难免一样，来，小雨，我没事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哎，你别动。